执政当局准备把立委选举跟总统大选要拆开。你假如以前都是一月嘛，那就算四月，那如果改在二月，你现在用五月也没什么不好。2020的总统大选的时间，初选的时间是不是要赶快定案？目前有复案吗？或者是有建议一些什么周围？还没有复案，现在正在考量。据说啊，据说执政当局准备把立委选举跟总统大选要拆开，那他的日期都还没有决定。总统大选如果他拆开的话，那就可能不会在一月跟立法委员一起选，所以时间上啊，你假如以前都是一月嘛，那就算四月，那如果改在二月，你现在用五月也没什么不好。